你怎么啦，鸟屎？啊，最近很热啊。啊，你头上贴那个是什么？散热贴啊，凉一下。哦，散热 ，Legion Foundio， 看我好啦。因为就像 Lenovo Legion Foundio 的革命性中置架构一样，对称中置才会凉。Legion Foundio 专门为横式持握的手游玩家设计，更聪明的将电池放置在主机板两侧，让双手不会接触到温度较高的主机板。加上双一轮设计，可以提升散热效率高达37%，降温5度。啊哦。哇，真的很凉哎！借我贴一下其他地方。你想拿手机没有问题，但你要先通过我的挑战。好啊。待会呢，我们就来比谁散热的最快，30秒我们抽签，降热最快的赢得生命。OK 啊，简单啊。那我们先来量体温吗？好啊，来啊。37.0。36.6，来吧，抽签，你先。OK 啊。哈，冰块。百灵油。他在搞我是不是？好，来30秒嘛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我们的妈呀，好辣眼睛啊！等一下，我一颗还没用完。哇，等一下。2、1，停。哎，我真的眼睛有点缺光。赶快，赶快。好好好，赶快量一下，来，你先，你先。快点，我要升温了。他捡漏。赢了啦！那我嘞？我逼到撑不出来啊！36.5，我只降了0.1%吗？我已经降到非人类的体温了，所以这个胜负很明显了吧？啊，那我要输手机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恭喜喵屎获得比赛胜利啦！嗯，以这个非人类的体温获得胜利，来来来，这只手机。送给你啦，那我就收下了，没问题。有了这只手机，散热系统这么好，以后玩游戏就不会再怕卡顿了。哦，感觉又降了5度，提升了37%的 Legion Foam Duo 的中置架构设计，实在是太凉快了。哦，太厉害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挑战圆满落幕啦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其他实况组挑战什么样的主题，麻烦下方留言给我们。鸟屎，你好了啦。好凉啊。